免费钢琴课76 C 大调奏鸣曲，莫扎特作曲，谢明琪钢琴教室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钢琴老师谢明琪。我们要学习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 KV545 第一乐章。莫扎特生于西元1756年，死于西元1791年，他属于古典乐派，被公认是音乐史上最耀眼的神童。莫扎特是位多产的作曲家，在他短暂的35年内，一共做了多于600首的乐曲，其中有18首钢琴奏鸣曲。这首 C 大调是莫扎特最有名的钢琴作品之一，且作于1788年。这首曲子是按照奏鸣曲式写成，有城市部、发展部、再现部和尾声，速度记号是快板且快乐的，拍号是普通拍号的44拍，调号是 C 大调。开头有名的主题是由左手的阿尔贝蒂低音伴奏，在城市部的结尾音乐转至 G 大调，发展部是以 G 小调开始，而转调至多个不同的调号，在线部开始于 F 大调，这是很少见的，有小节46至55的音阶，具有挑战性，需要花时间特别专注练习。在小节68有一个属调里的二阶减七和弦，使音乐更有张力，因此接下来的 C 大调有缓解的作用，而被听众欢迎。
音乐最后结束在五一的正格终止时，原版乐谱内没有力度和踏板记号，这些都是按照我的喜好弹奏。